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将下列各式哈写成没有绝对值的不等式，并在数线上标示出它的范围。我们看第一个，去绝对值 x 加10，这小的等于3，大也等于-3，全部给它减10，哦加-10啊 ，x 哈小的等于多少？加-10，这3减10是-7啊，大也等于这个加-10嘛，就是-13。好，那标起来的话哈，这个有包括-13，这个也有包括，啊这是-7，啊假设0在这里，所以是这个范围啊。好，-13到呢-7，这么看这个，这个哈它是 x 减3小于7，啊大于-7啊，全部加3 x。小于多少？这加3是10，这加3的话是-4，所以是这样子，这是-4，这个是10，啊没有包括端点，哦没有包括用小括号，这样子。